好，女神阿喜最近呢人气很夯，不只呢忙着主持跟宣传写真书，跨年还要出事提升，在台中来现场。不仅发行个人 EP 单曲，也出了一本写真书，手头还有两个节目，最近更忙于舞台剧的排练，所以现在时间紧迫的一直在加紧练习，每天都在大吼大叫，所以现在听起来有点烧瞎。我个人现在就是以一个学生的角度出发，往发展的方向呢，就是多方发展，各不精专。话说得很谦虚，但数字会说话，写真书破万本，亮眼成绩，让厂商笑呵呵，还跟厂商打勾勾，约定要再推出新作品。现在南北跑透透，卖力替写真书宣传，加上主持舞台剧，一路要忙到明年，也让宅男女神没空约会啦。记者黄君智台北报道。